在线帮您的健康我们帮。大家好，我是万琪。进入到了炎炎夏季，每天都是闷热的天气，这也成为了男性泌尿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发期。我们设想一下呀，在外夏季是挥汗如雨，进入到空调房当中是透心凉，晚上再约上三五好友吃一顿烧烤，喝上冰镇啤酒，您觉得非常的幸福快乐，但实际上这已经悄然威胁到了男性的前列腺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小腺体大问题，通过短片认识一下专家。崔云格主任医师，黑龙江省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肿瘤学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结合首届男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哈尔滨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现任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孙正玉主任医师，黑龙江省医学影像学会常委，黑龙江省放射学会委员，黑龙江省介入医学会委员，哈尔滨市放射学会秘书委员，原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介入科主任，现任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介入科主任。欢迎两位专家。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哈，说这个一个粒子大小的前列腺，那后来呢，由于它的这个肿大呀，导致了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肥大呀。那什么是前列腺增生呢？哪位专家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这个病因呢，现在目前看还不太清楚。什么原因导致前列腺增生？目前看呢，就考虑一个是内分泌这个功能的问题，内分泌功能；再一个呢，就考虑性生活频繁，前列腺的过分长期的充血导致前列腺增生；再一个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就是前列腺炎继续发展以后可以导致前列腺增生。但是前列腺增生呢，这个方才讲了，前列腺增生啊是一个正常，是一个粒子的大小。嗯，随着这年龄到五十岁了以后呢，前列腺增生啊将近了50%，等到80岁的时候呢，前列腺增生呢到90%以上，它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分的度数来讲呢，就是前列腺分出前列腺1度、2度、3度，再超4度的就是这个超额卵大了，1度呢就是什么呢？小鸡卵大，2度呢是鸭卵大，3度呢超鸭卵大，4度呢鹅卵大了，是这么一个分的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的概念。目前看前列腺增生的病因还不是太十分清楚。嗯，那老师刚才介绍了哈，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疾病啊，其实是挺高发的。50岁以上的朋友呢，中老年人将会有50%的患病几率。是啊，那80%以上可能能够啊，80岁以上达到90%以上的患病几率啊。那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说呀，这既然是一个男性朋友在这个一生过程当中啊，注定要遇到的一道坎儿，那我不治是不是也行呢？如果对于前列腺增生不治疗的话，它的哪些临床表现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呢？这个呢，从他那症状来讲呢，就是一个排尿困难，逐渐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尤其夜尿增多，这样主要长期不来治疗，引起尿储留以后，导致呢膀胱压力增高，使输尿管扩张，导致肾液积水，最后呢是肾功不全、尿毒症，是这么一个演变过程。听说这个如果前列腺肥大增大的话啊，还会每天晚上的时候睡不好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仅自己呢遭受着这样的一个前列腺的困扰哈，而且自己的子女啊和自己的爱人呐，每天晚上都会影响他们的休息。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孙主任介绍一下。由于前列腺增生是特有的症状啊，夜尿增多啊，所以说这个怎么来夜尿多呢？就是他的膀胱的尿也排不净，老有一部分残余尿在膀胱里驻留啊，所以这部分残余尿驻留到膀胱以后，它还要刺激膀胱壁
因为尿本身就是一带有细菌的啊，排泄产物，它一刺激膀胱壁，膀胱壁是老的有些反应，尤其晚上夜深人静时候，人的精力特别集中，对啊，一躺下以后，这个刺激膀胱壁，它就老起夜啊，经常这个夜尿多，夜尿多呢，尤其到了冬天啊，一部分老人从寒冷的气候里，还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上卫生间啊，自己休息不好，当然了，还会影响家人，因为都在一个屋檐下嘛，啊，他在上厕所半天尿尿不尿，别人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尿完了，这排尿障碍呀，这一尿有的有五六分钟，有尿等待就等待一两分钟，就尿不出尿，所以对老人来说非常痛苦，对家人来说也是挺麻烦的事儿啊，也是干扰了家人的生活，和休息，是这样的。听说很多的一些老人啊，这个出去旅游，乃至说遛弯啊，到公园走一走啊，都非常的害怕。是啊，每一次来到公园，第一个就先要确定这厕所具体的位置。对，他不但有夜尿多，他有尿急尿频。他来了尿了，他憋不住，尤其有些压力性尿失禁的病人，就膀胱过度充盈，他因为前列腺阀门是关着的。达到一定压力，它冲破前列腺的阀门阻力，它会往出挤出来一部分尿，这就是压力性冲溢性尿失禁。所以这部分老人就是老有排尿感，就来尿了必须得尿，找不到厕所马上就尿裤子。所以说，尤其坐一些长途车，这部分老人甚至有一部分人都带尿不湿，就是很尴尬，就是。那到底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粒子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前列腺哈，后来长得这个这么大了，像老师刚才说有鸡卵大、鹅卵大，那到底前列腺长成什么样，当它膨大了增生了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尿道带来什么样的挤压呢？通过大屏幕当中的一张图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腺体增大了之后挤压这个尿管，老师结合这张图片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它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崔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呢，就左边的，左边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前列腺的这个大小。哎呀，这个看这个大吧，这个呢是一个呢前列腺一个增生。说是这个模式图呢，就看呢，就说是两侧的那个箭头指的是前列腺。箭头指的是前列腺。两侧中间那个是个尿道，上边是膀胱。这样呢，如果说前列腺增生了，就把尿道呢就挤住了。挤住以后呢，泌尿机就打不开，打不开这过程中呢，就容易形成呢这个尿储留。是不是啊？它是这么一个改变。尿储留我刚才说了嘛，尿储留呢容易导致膀胱压力增高，长着输尿管扩张，造成的肾盂积水，它往上反，就像下水道似的。这个堤一堵了，它就往上反，一直反到肾盂，最后导致呢肾功不全，最后呢就再发展呢就是尿毒症。它是一个这么一个改变。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改变，对于有一些老年人而言啊，这个可以说对于身体呀，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负担。比如说呀，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说这个青冈县的孟庆峰啊，平常小病小灾的啊，平常不愿意上医院，甚至不愿意吃药，但是啊，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发现呢，这身体啊产生了异样，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呢，如果说这小病继续拖的话，可能就会罹患尿毒症。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孟庆峰今年71岁，家住青冈县。虽然上了年纪，但每年依然坚持种地。在他的印象里，自己身体倍儿棒，偶尔有点小毛病，他从来不当回事儿。可最近一阵子，他认怂了。胀小肚胀，上厕所费劲，尿不出去。头年呀，有一段他不行了，受不了了，尿不尽的话，杠杠就积累着，把肾就跑坏了。完了没招了，上医院检查，完了大医院检查说的快转尿毒症了。身体的这个毛病已经好多年了，可孟庆峰一直没当回事儿。一听说危及生命，从家直接来到了哈尔滨。
前列腺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快要转成尿毒症了。这个小病不治闲转尿毒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首先呢，前列腺是第一关啊，一个人排尿的首先尿道的通畅。我们正常人那个尿道是从前列腺中心穿过的，就像一个粒子似的，从粒子的中心穿过啊。如果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它会挤压尿道，造成我们尿道狭窄。尿道一狭窄以后，膀胱里的尿就是排出来很困难了，就产生了一些排尿期的症状。尿滴沥、尿等待、尿细、尿分叉啊等等等等啊，等增大一定程度，进一步加重的话，这个膀胱里头有大量的残余尿量排不出来。膀胱压力就很高了，膀胱高，残余尿在膀胱里存着，会继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膀胱炎、膀胱结石等等等啊。膀胱的压力高到一定程度，我们的输尿管向下流淌着尿液进不了膀胱，造成输尿管的扩张和积水啊，就像高速公路堵车一样，这地方堵了一直堵到下一站，输尿管积水到一定程度，我们肾脏分泌的尿液也下不来了，大量的尿液在肾盂里积存，叫肾盂积水，叫肾积水啊，肾积水达到一定程度，会压迫我们的肾实质、肾小球动脉，造成我们的肾小球的分泌障碍，就是我不分泌了，所以这样过多的血液里的啊一些有毒物质、有害物质，不能通过尿液分泌出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时候我们叫肾功能损害，比如我们的血肌酐、我们的尿素氮等等指标都要几十倍、几百倍的高啊，当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要透析了。这就所谓的尿毒症了，所以这个小病要快治啊，防患于未然，等亡羊补牢的时候，已经造成肾脏损害了，尽管呢前列腺解决了，肾脏就慢慢恢复。有很多病人到医院一看，做前列腺检查一看，肾脏的损伤很重了，有血滴肝呐、尿素氮都几百倍的高了，是这样的，就是预后不是很好的。我们也想知道刚才这个孟大爷哈，这个小病不重视显尿、尿毒症，那后期的时候对他进行什么样的方式治疗呢？首先第一关把前列腺这个开关的打开，叫我们尿能顺利的流出来，肾脏呢我们用一些药物和辅助它啊，叫它慢慢恢复，是这样的。如果有结石的话，我们还要及早的把膀胱结石、肾脏里的结石取出来，这样呢更加快的肾脏恢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还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对人体还有哪些危害呢？会影响生育，会导致不育吗？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啊，引起精神方面的疾病吗？问了很多。那么关于这个前列腺疾病带来的并发症，我们老师再给我们讲解一下。他的并发症啊，前列腺增生的并发症呢，就像孙主任所说的似的，就是一个呢，膀胱压力增高，尿排尿排尿困难，压力增高导致输尿管扩张，肾盂积水，这样呢积水时间长了，这肾的实质变薄了。方才这孟大爷那个呢，左肾我看了，显然就是一个肾积水，肾积水呢它属于一个肾后性的，就是梗阻导致来的，因为这个肾呢一共分为三型，一个是肾性的，一个肾前性的，一个肾后性的。肾后性那个前列腺增生呢，属于梗阻呢，属于肾后性的。它的梗阻以后，导致它这个膀胱的压力增高，输尿扩张，肾盂积水。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肾变薄了，这样来讲呢，就导致肾功能衰竭，这样的出现了尿毒症。它是一个这么一个演变过程。在这个并发症当中啊，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结石、痔疮、疝气啊、泌尿道感染、肾积水、血尿，那这些并发症是如何导致的？比如说痔疮，怎么前列腺疾病还会引发痔疮呢？他这个呢，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关于痔疮的问题和膀胱结石的问题。因为膀胱结石，因为它梗阻，下尿路、泌尿机打不开，长期尿流搁那储
储存，这样呢就像我们尿尿排尿时候出现尿盆啊，出现尿垢似的，这样在膀胱里长期的积存，河流的水一样流不净，这样、长期发炎容易形成结石，是这么一个概念。再一个呢，就是说是他这个痔疮的问题，因为膀胱排尿困难，这样呢膀胱压力增高，这样呢它是连带的，这个膀胱的收缩和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同时一个动作，这样来讲呢影响出现呢痔疮，出现这个痔疮的这个这个疾病。当说起前列腺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离不开的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包括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词儿前列腺癌。那么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否是一个梯次的，比如说先得了炎症，后来增生，最后引发了癌症呢？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三种病啊，从文献上讲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相关性，是不同疾病不同种类的疾病，并不是说一个疾病不是但是呢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发现往往有一部分前列增生病人合并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当然是一个前列腺的恶性肿瘤了至于有没有相关性，从文献上没有记载，就是前列腺增生到一定程度就发生前列腺癌的变化，但是呢往往在临床工作中有这样一部分病人，就是长期的增生，同时伴有前列腺癌，是谁导致谁的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这是两种疾病，不同的疾病。那么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增生，慢性的前列腺炎可以导致前列腺增生，比如前列腺炎，您60岁以后多见的是前列腺增生，但是有些慢性前列腺炎的病人，40-50岁就尿尿的很困劲。困进了，因为长期的前列腺慢性炎症，它会导致前列腺增生及早的发病率，使于前列腺增生一部分病人年轻化，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能够倒推呢？就很多朋友说了，我这前列腺出现了不适哈，我们怎么能够自检一下，说我哪些症状是出现了前列腺炎，哪些症状是罹患了前列腺增生，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增生都是年龄阶段的有年龄界限一般的。人呢，从40岁开始增生，和35岁开始，但是这个进程很缓慢，到50岁以后呢，这前列腺就进入了一个增生时代，就是加速了但是如果年轻人有一些排尿异常的症状，大多数要考虑慢性前列腺炎。但是呢，前列腺也是慢性的一个很难治愈的疾病。因为前列腺分两种，一个感染性前列腺叫细菌性的，还有一个非细菌性的非感染性的比如说一些支原体衣原体等等的叫非特异性的前列腺这部分病人呢，因为前列腺有个坚韧的包膜，急应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生素啦，用一些极低的治疗，使它炎症尽快消失，再转化成慢性的和一些非细菌性的慢性前列腺，我们更多的采取这个理疗坐浴啦，前列腺的按摩就把这个分泌物挤出去这样呢有助于慢性前列腺的康复和愈合，因为慢性前列腺炎前列本身有个坚硬的包膜它是一个前列腺的生理屏障，有些药物是进不去的看来真是一个小腺体大问题小腺体大麻烦，产生了一个屏障之后了，很多药物就无法直达病灶。 对，所以更多的临床上治疗采用一些物理疗法是这样。我们也想跟崔老师请教一下呢，如果说得了这个前列腺的相关疾病的话，我们到医院应该到什么科然后做哪些检查呢？这个前列腺疾病应该到泌尿外科首先呢就看他的年岁，如果在50岁以下的，就考虑是不是个前列腺炎的改变。前列腺炎呢，它必须有前列腺炎的症状，它有呢就是尿频、尿急，有时尿痛，有时会阴部不实，有时前列腺炎呢放射在阴囊处。这样来讲呢，首先呢要做一下 B 超，最简单是做一下 B 超。再一个呢，确切的诊断，做一个肛诊，给前列腺液按摩出来，到化验室做一下化验，看一下子有没有白细胞放在孙主任讲了
因为前列腺炎呢有分成两种，就一个是无菌性前列腺炎，一个是有菌性前列腺炎，看看是哪种。这是一个前列腺炎的诊断。超过40岁以后到50岁以后的病人，就应该呢也做做 B 超，前列腺呢是否增大了。在那前列腺增生呢，有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等待，夜尿增多。但是前列腺炎呢，跟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还是有点区别的。嗯，有时往往呢，不搞这个专业的呢，就考虑到是不是就是前列腺增生，因为方孙主任讲了，40岁以后也有前列腺增生的，也皮粒子大小，也就叫增生了。嗯，但增生的程度，关键看看它的症状，啊，是否是有这些症状出现。那么我们说这个经常在体检过程当中啊，会有血常规，当然了，我们还会看到有尿常规。那尿常规对于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检测，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吗？这个就看看，就是说是看看它是不是尿路感染，嗯，和前列腺炎要区别开。哦、要做前列腺这个检查的时候，必须先做一个尿常规，就看看有没有尿道和膀胱感染。嗯，泌尿系感染要和它区别，嗯，鉴别开，哎，不要混淆在一起。嗯，其实说起这个治疗，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呢，这个前列腺小小的粒子外面外壳比较坚硬，有一层屏障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很难直达病灶。那既然吃药的这种方法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刚才老师讲了，还有很多物理方法。如果说刚才像崔老师说的，这个前列腺粒子大小现在已经变成了鸡卵大、鹅卵大了，那我们还用这种物理治疗方法还有用吗？这个呢，就是一个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前列腺增生了。嗯，那就是没必要是这么去治疗了。嗯，因为你刚才这个孙主任讲那个是前列腺炎，可以用物理疗法好多手段来进行治疗。嗯，如果前列腺增生了，那你就不用没必要就是再这么去治疗了。嗯，首先你要吃点阿拉法受体阻断剂和还原剂。嗯，这样来讲呢，使这个腺体呢泌尿肌打开，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嗯，是不是啊？治标不治本，说怎么办呢？就是唯一的诊断清楚了，唯一的治疗有开放治疗和这个微创治疗、介入治疗，有这几方面治疗。嗯，和这个前列腺的治疗方法有所不同。哦，那前列腺增生的话，刚才崔主任说有这么多治疗方法哈，有开放性的，然后有介入性的，有这种微创治疗哈，不同的治疗方式是否这个对应的患者也是不同呢？是否对应年龄段，有一些患者可能年龄大了需要这样的治疗，哪些年龄小的需要那样的治疗，不同的方式对应不同的人群吧。老师给我们在这方面讲一下。那个从这个前列腺的治疗方面，临床也很多啊，比较轻症的，我们可以像崔老师刚才说的呀，嗯，用一些阿拉法受体阻断剂、5-阿拉法还原酶抑制剂，嗯，啊，这样可以有在临床症状上。这是一种口服的药还是口服药啊？就我们常用的哈勒和保列治、非那雄胺类的啊，嗯，这个药啊，就是对轻症来说有一定临床缓解作用，嗯，但是呢。就像崔老师说，治标不治本。第一个，长期服药，这个费用也很高。对，因为天天加不天天吃，一天不吃药，可能一天就排尿就有症状。嗯，啊，这个是一个缓解作用啊，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前列腺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开放性治疗、开放性手术、嗯、开腹手术啊，开腹经膀胱前列腺切除术，把前列腺完整的。切除掉啊，这个手术的这个创伤比较大，开腹嘛，术后恢复期比较长，需要全麻和腰麻，嗯，啊，尤其对一些老人不太适合。另外，从现在这个治疗学的观念上考虑了，这是都属于比较原始和传统的手术，嗯，啊，现在呢，临床上大多数常用的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嗯，这是一种相对微创的手术，比开腹，但是它也有相应的适应症和适应人群，它也得需要第一需要全麻和腰麻，啊，最起码的，
啊。第二个，这个从尿道伸那个前列腺电气管，把我们突入到尿道部分的前列腺，像削土豆皮儿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下削，在气血的同时，它要出血，我们要插尿管冲洗，这个冲洗时间得几天，以免这个尿道的血块凝血块把尿道重新堵住了。嗯啊，第三个呢，这个恢复期也比较长，啊，第四个呢，就是由于它的麻醉啊，限制了一部分老年人、高龄老人，同时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这部分老人是不能耐受这种麻醉方式的，因为心肺功能可能到了一定年纪哈，不适宜了。另外呢，这手术并发症比较多啊，因为年龄大了嘛，啊，有些心脑血管病人可能是因为一个手术就撂倒了，哎呦，啊，因为啥呢？确实创伤比较大，嗯，另外术后恢复时间长，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并发症会出现，这是医生都难料到啊。另外呢，术后有一部分人因为贴血的尿道呢，增生前列腺的同时，把尿道括约肌它也损伤了，嗯，有一定时间的尿失禁，但尿不湿。第二个呢，对性功能也有损害。啊，是这样的，目前呢，这个又有新的一种前列腺治疗方法供老年人们选择。嗯，从2000年以后，咱们欧美国家，美国一个卡萨蒂大学一个 Demerit 这个教授专家他在治疗前列腺出血，这个病人前列腺增合并出血，他主要的介入栓塞的目的想止血。因为把前列腺动脉栓塞以后，前列腺不再出血了。嗯，当他把前列腺动脉栓塞以后，他意外地发现，这个病人不但不出血了，而且前列腺体积缩小了40%，6个月，所有的一切前列腺导致的排尿困难症状都相应地消失了。嗯，所以他首先提出了这个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治疗慢性的良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个。体会啊，随时以后咱们国内外相应的很多专家又参与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大多数专家要给老人年人用最微创的方式来解决前列腺问题，这是世界上关注的热点问题。嗯，什么微创，怎么没有后遗症，全世界的医生都在研究这个，现在这个医学发展就是越微创越好，对，越无创越好，是这样的。咱们真正的咱们国家开展真正开展起来是2015年，咱们第12届全国的放射介入大会。虽然以前也有些个别的案例报道，但是没引起医务界的重视。2015年，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院301医院王茂强主任提出了一个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治疗前列腺增生一个综述，就把从这个发病机理到治疗措施、治疗方法到术后的预后观察，这个结果分析，它完全肯定了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治疗前列腺增生是一个好办法。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它的原理就是通过我们微创的股动脉穿刺，送进一个微小的导管，微细点即0.几毫米的导管啊，因为这个。全身的血管网络像咱们供热管网似的，管管相通，前列腺动脉通过股动脉可以达到前列腺动脉。嗯，在我们高清晰度影像设备的监控下，得需要这个设备，每走一步得做一个 route map 路图，叫引路图，看到前列腺动脉在哪，哎，走到哪，路图跟踪到哪，我们把这细的导管插到前列腺动脉去，用一种脉通美国进口的。液体微粒球栓塞剂，我们把前列腺动脉给栓塞，堵死。当我们的前列腺失去血液供应的时候，它马上就会萎缩，啊，减肥，体积缩小。当体积缩小以后，它对尿道的挤压就恢复了常态，就没有再对尿道进行挤压了。我们的尿道又恢复了正常人的宽度。这时候我们排尿就顺畅了啊，他做了400例，但是远东医院现在已经达到2000例了。我们也有我们的体会，最近临床经验了。最近在一个五大连池全省的泌尿学会
就微创会议我们都去了，介绍我们这个2000例治疗的体会，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共识和称道。好的，感谢孙主任。那关于前列腺方面，这样的一个增生乃至炎症的疾病如何进行预防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有哪些的食物会引发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专家继续解答。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今天跟大家共同探讨的呢是关于前列腺的一些相关问题哈。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专家，那到底这个前列腺增生如何能够进行预防呢？哪位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预防啊，首先呢就谈到了，这是不是先有这个增生呢？过去啊，把前列腺增生就叫前列腺肥大，肥大症。通过这个医学的发展和病理的改变，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呢是演变的过程呢，由前列腺炎啊，因为前列腺炎嘛，就是这个得前列腺炎的人呢，就是长期坐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开车的、骑自行车的、坐办公室的，这样来讲呢，是会阴部啊，长期的压迫，前列腺那个部位啊，就在会阴部，在肛门直肠的前方，这样来讲呢，导致他前列腺缺血。这样来讲呢，会容易得前列腺炎。炎症的改变，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变成了前列腺增生。增生以后，这样怎么办呢？就说是，应该首先呢，就说是这个预防啊，首先没得前列腺增生的时候要预防。预防呢，就是一个不要久坐。尤其开车的、骑自行车、坐办公室的人，没事，不要久坐。两个小时以后呢，要活动一下，这样呢使前列腺呢又充血，这是不让它缺血。这样得前列腺这个炎和前列腺增生的机会就减少了。这么个，也就是这么个预防。再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饮食上，长期啊吃刺激食物，吃凉的。喝啤酒，易得前列腺增生，使前列腺呢增生加重。好的，刚才我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几种哈，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这位说呢，预防前列腺增生的方法呢，一共有这样几类哈。他说，防止受凉，绝对忌酒，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品，不可憋尿，不可过劳过度劳累，避免久坐，避免连续长时间的骑车。他说的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哈。对，那这些其实也都是预防前列腺炎，还是预防前列腺增生呢？就是预防前列腺炎和增生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道理的。刚才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如果说得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现在呢我们有一种治疗方式，就是介入治疗。那么介入治疗的话，对于哪一部分病人来讲的话是最大的福音，疗效是最好的呢？介入治疗主要的面啊，对任何老年人他都是适合。现在介入治疗已经被为国际上医学上比较认可，比较认可的，也一部分欧美国家已经列为首选的一个治疗，因为它无创啊和极微创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病人啊，他创伤非常低，不容易合并症少。第二个呢，一部分病人年龄比较高，耐受不住全麻和腰麻的病人，这样呢也适合前列腺啊。另外，他这个介入有个特点，就是当前列腺体积越大，可能临床手术比较困难的病人，我们介入就是体积越大的前列腺疗效越好。哦，是这样的啊，它有这么个特点。摔塞了之后，因为不给供血了，不供血马上就缩小，它的压迫程度马上就减轻了。就是越大体积的人，我们做起来也方便，它血管也比较清晰，血管管径也比较粗，因为越大供血越丰富。越小的前列腺做起来比较困难，是这样。我们喜欢介入它，喜欢大型的前列腺。越大症状越重的，我们有110个病人，就是术前肚皮着漏，插着尿管来的，这前列腺都非常大。他这些病人在3到15天之内，我们都安全的把这个管拔出来，恢复了自行的排尿功能。这部分老人是非常激动和感动，泪水哗
这是跟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是几度哽咽，嗯，就是非常感动，说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办法能把我们这部分老人的痛苦解除了。因为到大医院到哪些医院都对我们这些老人年高龄老人有疾病慢性疾病的人都望而却步，医生也不愿意担这个风险，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非常复杂，一旦出现风险了医生要很麻烦的。嗯，都说这种介入手术啊被称为捷径治疗，对，是否是跟他术后的一些恢复阶段有相关？第一个，术中他出血非常少，就扎一针，嗯啊啊。第二个呢，术后6到8小时这波老年可以下地行走啊，术后3到5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可以出院了，嗯啊，这样呢术后术后不用带尿袋，不用垫尿不湿，你垫贴完了以后它有尿失禁，因为尿的括约肌也损伤了，对，有一段时间可能带着尿不湿，这些都不会有的啊，是非常适合一种老年人的做的手术，嗯啊，是这样。那关于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有一些疑惑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451-8289-0979。现在在热线平台当中有这样一位朋友哈，他问，他说我尿等待，每次尿的时候呢要等上2-3分钟哈，每天晚上要起夜5到6次，如何检查我这个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呢？崔老师，这个呢，从他的症状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嗯，为了进一步的确诊，首先呢，来到医院，嗯，到医院以后要做一下子这个前列腺的 B 超，嗯，看看前列腺的大小，再一个呢，测一下子就是有膀胱有没有残余尿，是吧？前列腺增生嘛，大了增加以后，这样来讲呢，由于梗阻可以导致呢尿排尿呢尿不净，嗯，这样来讲呢有残余尿，到医院来看一看，必要时候呢做一下肛诊，摸一下看看前列腺的大小和质地。中间沟有没有消失，界限清不清楚，表面光不光滑，这样呢要和这个前列腺癌呀要区别开。嗯，前列腺癌呢也有排尿困难，也有这个症状。嗯，好的，感谢崔老师。可以说前列腺疾病啊真是小腺体大问题，得了这个疾病之后呢，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负担和生理上的困扰，同时呢也成为了家人的一款心病。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的家人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今天跟大家共同探讨的是前列腺疾病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疑惑，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咨询热线0451-8289-0979。来看在我们的热线平台当中呢，这位说，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前列腺增生是不是老年病？我42岁哈，感觉也不算大呀，前几天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不是太严重，怎样做能改善我这个病呢？他觉得自己42岁还年轻哈，啊，觉得还不严重，但是现在可能他去医院代表有症状了，怎么样进行改善呢？这个呢，首先呢，看一下子，我方才讲了，要做一下子这个超声，嗯，做一下子前列腺液的化验，嗯，还是前列腺炎，还是增生？虽然说40岁了，超过例子大了，那也就叫增生了，对，但是增生的程度。不大，嗯，回来呢主要看的症状，看看症状，这样来讲呢，我想呢你这个呢必须得先确了诊，确诊以后是前列腺炎，按照前列腺炎的方法去治，前列腺增生按照前列腺增生的方法来治就可以了。好的，谢谢崔老师。很多的工作岗位上啊都会产生一些病，我们称之为职业病。这位朋友呢他说，大夫您好，我想问一下，我老公呢是公交车司机哈，每天需要坐8到9个小时，8小时工作时几乎都在车上坐着，据说呢前列腺疾病是他们的职业病，我老公应该怎么预防呢？嗯，太太有些着急了哈。前列腺疾病确实是跟酒类有关系，嗯啊，文献统计上啊也经常有这样的大样板报道啊，尤其一些骑自行车的选手，出租车司机，嗯，包括公交车司机了，骑马的赛马选手啊，IT 组酒桌办公室的人肯定
他的发病率要高于正常人。白领伏案一族、啊、对，肯定要发于正常人、嗯、啊。在我们治疗临床治疗的过程中也印证了这个学说，嗯，就是久坐肯定有害于前列腺。怎么办呢？既然有害呢，我们就要预防了。嗯，比如说我们不要久坐，你开车开一段路程休息和到站了，我们可以站了、嗯、哪怕站个一分钟半分钟，它对前列腺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嗯，第二个，喝酒的病人就是经常酗酒啊，不是说少喝点，嗯，就是天天离不开酒的病人，前列腺长期的慢性充血刺激，它也久而久之会产生增生，是这样的、嗯、所以辛辣的东西啊，喝酒的啊，包括一些久坐的人非常容易患前列腺疾病。这样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避免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加以注意了啊。既然你久坐不好，那我休息一段，或者是到站了，或者是跑一圈终点了，我们可以站一会儿休息休息，不要进办公室马上就坐着去，是这样。还是需要做一些攻坚操，对啊，这样非常有道理。这位朋友说，医生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爸爸现年56岁，有前列腺炎，想问问怎么能够避免更严重，避免得前列腺增生。56岁还会得前列腺炎吗？啊，有慢性前列腺炎50多岁他也有增生病。慢性前其实咱们从病理上定义啊，前列腺增生主要是老年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啊、它跟年龄是有相关性的啊、嗯、因为老年人嘛，它内分泌雄激雌性激素的分泌失调了。对，当一种雄激素下降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这个反馈。嗯，我们会分泌一种储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嗯，这种储性腺激素的释放激素会刺激我们睾丸发出的睾酮，使它产生啊双氢睾酮。这个双氢睾酮是我们刺激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元凶。我们现在很多药物，比如非那雄胺，我们就要抑制双氢睾酮的过多的在体内产生，所以这也是一个预防办法。所以我们到老年人，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不一定你有前列腺一定要增生的，你没有前列腺，到老年人也有增生，所以这个前列腺增生是老年人躲不过去的麻烦。嗯，早早晚晚都会影响你的排尿困难的症状出现，是不是啊？你年轻时候可能没有。60岁没有，70岁没有，80岁没有，到越往上年龄，增生越明显，症状就是这样。崔老师刚才说了，补充了一下，说这56岁的前列腺炎可能是慢性前列腺炎哈。那这个慢性前列腺炎和我们广谱说的前列腺炎有什么不同吗？它这个前列腺炎呢，分急性和慢性的。嗯，急性呢，就刚才说了嘛，就说是还是无菌性的，还是有菌性的，是不是啊？如果说有菌性的，早期呢就得进行治疗，治疗的方法很多，刚才说了口服药物，但有一点，前列腺的病膜呢比较顽固，啊，这样呢有些药品呢渗透不进去，这样呢但呢急性前列腺炎也得要全身用药，就要进行点滴，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对前列腺炎的这个药物，再一个是物理疗法，是不是啊？物理疗法很多。很多，有那个是什么电疗啊，这个热度啊，射频呐、啊，很多吧。嗯，就是对这个前列腺炎的治疗方法，目前看没有一个明确的、确切的治疗好方法。嗯，但呢，前列腺炎呢演变前列腺增生，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有前列腺炎得，就像孙主任所说的似的。你有前列腺炎了，这样来讲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呢就是恐怕要导致前列腺增生了，嗯，是不是啊？在治疗上它有所不同，就是前列腺增生有前列腺治疗的方法，哎，是这么一个治疗。嗯，这位朋友说，你好，父亲呢是前列腺增生，现在小便时疼痛，便不净，等待时间长，怎么办呢？什么情况下是一定要做手术的呢？一个增生到一定程度，影响的是正常生活了。嗯，干扰他的正常生活质量啊，因为他的小便疼，就说明他这个尿潴留到一定程度，造成我们的膀胱感染，就是膀胱炎。嗯、很多人就是小腹疼、小便疼，就是有炎症的存在，
这炎症哪来的？元凶还是前列腺增生来的，所以我们尽早的解决这部分疾病的早期症状啊。有些时间长了，不光膀胱疼，你看还形成膀胱结石了。嗯，结石很多，结石是表面是不光滑的，像那个酸枣核似的带刺儿的，所以这结石随着体位移动划伤了我们的膀胱内膜，就造成我们血尿，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啊。结石不大，但是很刺激性很强，所以我们尽早的解决前列腺增生的梗阻症状，完了再通过一些取石手术啊，我们都能做，把这个结石取出来，使患病人一个完美的泌尿系健康，是这样的。好的，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前列腺的疾病并不是一天得的，所以呢治疗起来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不应该拖延哈，应该及早的治疗前列腺增生。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的话，欢迎和我们的节目及时的进行互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当说到前列腺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也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癌。那么如何鉴别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癌，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如何进行诊疗的区分呢？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概念，前列腺增生是一个良性，叫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的演变过程，就是这个得了癌了，叫前列腺癌。首先呢，要想和前列腺增生啊这个鉴别，首先一点要查一下子这个前列腺这个 PSA， 也就是前列腺的特异性种源的一个抗体，看是否增高。如果 PSA 要增高了，是不是啊？游离的和总的都增高了，这样来讲呢，就考虑是否是前列腺癌。在这做前列腺癌的诊断，必须呢得有几方面诊断，一个是 B 超，一个是核磁。核磁呢要看这个前列腺的中央带和外周带是否有改变，这个 T 型信号有没有异常的改变，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抽血化验，看看 PSA 是否高。如果高了，这两方面就考虑，首先信号，大脑信号，第一个信号就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的改变。但有一点，最确切的确诊就得做前列腺穿刺。穿刺的方法呢，就从肛门，用我们有穿刺针，从这个前列腺的一共分12个点，从12、6、3、9、5、7、3、2、1，它是这么分出来的。这样呢，穿刺的部位，最后呢，为了进一步确切的确诊做病理，这才能真正定下来。首先呢，在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大小代替不了是前列腺癌的改变。首先肛诊，看看前列腺呢是不是结石硬，表面光滑不，它是不是有接触性出血，有没有结节，这是一个界限清不清楚。这首先和前列腺增生它俩呢这个跟那个区别。好的，那我们刚才呢，老师给介绍了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如何进行诊疗方面的区分哈。有些朋友把他们做这个 B 超的结果呢给我们发了过来，他说：“医生您好，我这个前列腺的 B 超结果是大小42×32×33，形态饱满，回声欠均匀，我的这个前列腺增生严重吗？”这个呢，不算严重，它是一个饱满，它是一个正常的，它是有个前列腺呢有炎症开始，它有钙化呀，有前列腺炎的改变。也是前列腺增生了，它是这么一个改变。刚才在平台当中有人问说，孙主任刚才讲了电切术啊，就像削土豆一样哈，把表面的这层削掉。但是呢，朋友还说了，说这个刀是死的，人是活的，削掉了之后啊，这土豆它毕竟没死啊，它还继续生长啊。那再生长的话，不还会压迫这个尿道，这尿排尿不还会不顺畅吗？是的。一部分电切病人几年以后又有增生了，又排不成尿了。我们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有两种
表现，嗯，就电解素以后，一个就是我们只能切除前列腺增生在尿道那部分，突入尿道那部分的前列腺组织，嗯，真正的前列腺组织从电切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在尿道的外头，不能切太深了啊，所以呢，就像割韭菜一样，割苗了根儿还存在，几年以后甚至更长时间它还会复发，嗯，重新增生。啊，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类病人，就是电切术以后，增生组织切除了，啊，但是呢，局部切口旁边形成的大脸瘢痕，就是有一个瘢痕体质，嗯，就是切完了以后形成一堆的大瘢痕疙瘩，这堆瘢痕疙瘩又重新阻塞我们的尿道，哎，这个瘢痕疙瘩很麻烦，嗯，啊，很麻烦啊。所以这部分呢，就是瘢痕体质的人，瘢痕疙瘩再形成的人，对介入治疗也不是很敏感，嗯，因为他瘢痕组织血供非常少，是一堆肉疙瘩，所以我们筛查前列腺对瘢痕的抑制还是有限度的，所以这部分人就是介入也以后也不好。啊，也不好，也不好。也就是说，这个介入手术的话，对，还是分一定群体的，也有他的适应症，嗯，但是你瘢痕疙瘩再手术。电切它还会形成疤痕，因为这是瘢痕体质，所以有一部分人干脆我就是不做电切术了，我直接就选择介入了。退一万步来讲，介入手术就是有个别人，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有一部分人也特殊情况呢效果不明显的，你还可以返回做电切，哦，它有余地，嗯，但是你一旦电切完了产生瘢痕了，你再做介入它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嗯，你再切血瘢痕的话，它还会形成瘢痕。对，它一个恶性循环。嗯，对。其实前列腺疾病真是男性朋友的一个难言之隐，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跟自己的子女也不好意思谈哈，所以就一忍再忍，最终呢，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案例，险些就转成尿毒症了哈。这位朋友说呢，我老公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晚上起来小便次数呢两次以上，小便好了之后呢尿流不尽，最近呢是。尿后呢流不尽特别多，而且不自控的会流尿，这裤子上一湿就一大片呢，请问这是什么表现，怎么办？具体的年龄倒没说，嗯，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吧，它就是一个前列腺增生啊，嗯，改变，因为尿线呢尿线短，是不是啊，排尿困难，嗯，尿分叉，这样来讲呢使这个膀胱内啊，这个尿液排不净，嗯，排不净，像孙主任说的，排不净以后，它因为长期的河流的水呀，就像河流的水似的，老有流不净，这样容易发炎，这个一发炎以后，这样呢就刺激了这膀胱，刺激泌尿肌，使它排尿痛，啊，尿分叉，这是一，二一个我们从临床上看呢。经过我们做了1000+2000例了，回来这样呢，大部分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有尿储留的和尿残有残余尿的病人，都有膀胱合并膀胱改眼。嗯。合并刚才说了，合并膀胱改眼，合并这个膀胱结石，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说是。如果说这个前列腺不解决，这个改眼的机会很难以控制。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呢，我们都进行流质尿管，进行膀胱冲洗、消炎，最后呢做介入治疗，这样呢使炎症呢逐渐消退了。嗯，白细胞尿里的白细胞呢正常值才27，来都1000多。说这样来讲呢，这样的病人我们做完以后效果都很好。有朋友问呢，说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有遗传的可能性吗？孙老师，任何疾病吧，有遗传因素的，嗯，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比如说心脑血管，人的身体这个基因决定一切嘛，医学上讲话，有的人80-90岁可能没有排尿症状，有的人呢50-60岁就排尿很困难了，追溯他的父母呢，除了他不良的生活因素以外。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但是呢，这个出生不是我们个人选择的，对，我们只能正确面对。嗯，
最后一个问题说，这个检查的时候彩超说有前列腺钙化，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心里总是犯疑惑，那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钙化是一个良性病变愈合后的改变，就像我们得肺结核钙化了好了，我得恭喜这位患者，你可能以前有慢性前列腺，你现在已经痊愈了，钙化是一个遗留的痕迹，遗留的痕迹哈。今天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健康在线帮。那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如果说得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如何进行预防呢？一方面呢，这个生冷辣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少吃了，另外呢，对于久坐的一些职业呢，应该经常啊在攻坚做一些攻坚操，对于我们的前列腺的这个患部啊进行一个缓释啊，否则呢就将会带来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个顽疾。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健康在线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